我们现在呢做一个零到不知道多少速度，然后再把它杀到零，看看它的整个这个长度是多少的一个比试。我们想把车的速度加得越快越好，但是我们现在还真的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雪地路面上这台车能够加到最快的速度是多少。一会儿就告诉你大概我们最后定在哪个速度上面。最高速度34.9公里每小时，然后从零加速到34.9，然后再刹停到这里，距离起点157米。而家试驾 Elise， 好冻。133米，刚才呢 ，Emma 用了152米，所以呢，还是我的 Lotus 厉害啊。最后是这个 SLK， 试试看看成它的距离是怎么样。为什么是你开的？怎么又是我做的？这个车好吗？什么吗？我要开吗？主要是这个车比较短。走吧。167米啊！我感觉刚才两台车没截台那么快啊。那有一个理由的，你这样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的，你明明开130米的，也被你开到167米了。啊，也对啊，对吧？算了，又输了。我们最后呢，还是决定开到30公里每小时，因为条件所限，你看这条路，所以呢，0到30，30到0。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我的 Lotus 快啊！133米是加速加刹车的时间最短的。 Evan 你又输啦，你又输啦。1、2、3，以上，推推推推推，1、2、3。